葱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行走在有小江南美称的林芝地区，偶然遇到藏民收割青稞的场面。青稞是藏族人民的主食。放眼望去，金黄的青稞田和绿油油的山峦，在蔚蓝的天空下支撑起一幅色彩绚丽的田园画卷。清风吹拂，卷起层层麦浪。当我看到这一片片田野在秋风柔软的轻抚下吹黄了树叶，吹黄了果实，它们在秋风中成熟，金黄的稻浪在风中排铺，声向远方，开阔密集整齐。藏民们相逢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，秋收的喜悦蔓延在他们幸福的脸颊上。